大一刚进来，我已经有点想转学了，不知道大学四年学了什么。先读研究所。那你们就放任你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吗？没有啦，要开始念书。先不好意思，我们是D卡电视台，全你有看我们节目吗？有啊，我每集都有看嘞，就还蛮好笑的啊。有个那个主持人，那个 Red 的嘛，对。是 Real， 可以借我们看一下你的手机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没有订阅啊。不要吵啊！你们是什么科系的？我们是建筑材料。啊？那你们知道这个科系在做什么吗？就材料吧。当初在填志愿的时候，你知道它到底在做什么吗？想说材料应该就材料应该是不会坏到哪里去吧？就读这个应该是后来书不会到太坏，就读下去了。像家人也没有问太多，就说哦材料好你就填吧，没有关系。是哦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们是什么科系的？公行系。公行。公行。哦，公共行政。对对对。哇，现在都流行这样简称。公共行政大概在做些什么？读政治、行政、宪法，就是公务员，对，国考之类的。可是，一般科系也可以考高考，不是吗？对。那你们提前把那些教科书都念完？强健家里，准备了四年，就等待这一年。那你们学长姐有人没考上？我觉得应该没考上是大多数。教授他们有讲过以前的榜单，就好像没有几个真的有考上公职的，就觉得应该机会不大。供不应求。就像你们什么科系？气管系。这科系跟你想象是一样。就是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个要读的方向，可以先进来摸索。对，我们可以学，我们可以学，我们有学什么？前功尽弃。哎，两位同学，你们是同系的吗？对，同系的，同系。什么系？职工。这不就是传说中人家会说会修电脑那种吗？没错，工具人。干，我澄清一下，职工不一定会修电脑，我们学的是软体，不是硬体。那女生会说，那帮我们灌软体这样？会。毫无意义的澄清。你们会不会很容易被归类为理工宅？哦，对，都觉得资工都是宅炮啊，然后都油宅。那你觉得你们两个自己是宅炮？完全不是，完全不是。要不要现在证明一下？他会打羽球。对啊，我等一下要上课。我会跳舞。我跳舞，来一个。太久没跳，太久没跳。而他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啊，真的、啊，真的不行的、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。我们马上来问问旁边女同学的看法。资工系，然后会跳 breaking 可以吗？资工系，但是会跳。刚刚那个吗？我不喜欢跳 breaking 的男生。资浅系，而他已经够可怜了，想不到还被其他系打压。电机说：“干，你们是个搞软体啊，硬体都完全不会，只要学个屌。”真的会这样讲吗？真的会这样。读电机是不是都有个电机系的骄傲？有一点还有一点，蛮骄傲，蛮骄傲。我们六个都填电机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资工就是不行？对啊，不行、啊，直接比下去。资工没有电机强。我们什么都有学到。那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今天资工，你要让大家扭转他们整个印象，介绍一下你们系最屌的是什么？我们系最屌的地方，对。我们系其实超烂的，完全没有资源，电脑还比商管大楼还烂。好自为之。念这个科系之后，你们有后悔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可是你们都当工具人，为什么不后悔？那应该就是未来比较有工作机会吧。这样讲，什么系会没有工作机会？哇，这个问题，中文系吧。好，中文系，他说的。而中文系同学的看法是，中文系很废。超商店，对，差不多。B 条嘛，对啊，都欢迎光临。所以你会后悔念这个系吗？大一刚进来，我已经有点想转学了。不错，科系有风险，加入国泰有保险，发挥自己的价值，找到未来的天职。数理精算就靠你，财务投资也可以。数位科技最创新，内勤精英来打拼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国泰陪你来追梦，国泰人寿60周年，让国泰人寿陪你一起找到天生丽质。再来，我们遇到厌世的西班牙文系同学，就很累。对啊，很累啊。所以西班牙文有很难学吗？文法吧，西班牙的文法比较复杂。可以示范一句吗？我来这边半年，我们只会一句话。Como te llama？ Como te llama？ 就是你叫什么名字？
亲爱的是咖喱牛。不是真的的。咖喱牛。其实我们算很凉，而且我们又一直翘课，当时去朋友家玩捉迷藏。就去他家，然后把他眼睛蒙起，然后就想说还是不要上下一堂，跟他继续玩。对啊，很好玩。那你们就放任你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吗？没有啦，要开始念书了。我今天也要开始念书。我也是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期末考了，甚至今天才知道，真的都没人通知。稀松平常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是什么系？资图，全名是资讯与图书馆。资讯与图书馆学系。对。你们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在学什么？顾名思义嘛，资讯跟图书馆。所以之后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工作？不一定，这是刻板印象，但大部分是。觉得不知道大学四年学了什么。所以你们念完四年，觉得没有到排斥，但也没有到喜欢吗？还好，先读研究所。资图的研究所吗？对，就是先读，然后再看看这样。你茫然到你还需要再花个几年，所以要去研究一下。如果给他们重读的机会，他们的选择是？我应该会想念政治吧，应该啦。这么跳？可是念政治对你们来讲，可以去实践什么事情吗？有机会当然会想要能够为大家服务嘛，那改变一下这个社会这样子。那你最近关注什么社会议题？最近关注什么社会议题哦？最近有什么社会议题？正常发挥。最后是热爱经济系的同学。你们对你们念的科系都已经了若指掌了吗？历史。没错。那我想问你们，就是经济系在做什么？研究市场分析啊，计算机会成本，就是会讲到整个社会的。感觉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科系。可是就看我们之后伟不伟大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进来到现在，你们有后悔过吗？没有。我是不喜欢读死板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经济比较火。那谁是很死板的东西？会计啊。来靠杯。你没有想过毕业之后出路大概会是怎么样吗？我会去当那个分析股票的，然后大家一起发大财。经济部长啊。真的吗？没有啊，开玩笑。经济系大部分是想想的啊。对，想然后胆子很大这样子，我会很胆大，很会想。神经病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街访内容啦。那最后提醒大家，出社会必备，现在只要使用手机号码就可以注册使用 D 卡喽。D 卡调查局科系来输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